有些男人真的太自信了，特别是唐玉，自信过了头，我就不如他的缘。主编剧得了胃癌？嗯，那你后面那项目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大概率会推迟吧。你叹什么气啊？他能叹什么气啊？还不是因为霍晨东，人家霍总啊，找了新女朋友了。我觉得这白的还不错，是不真不经念叨，还说草草草草草。你喜欢吗？那个是霍晨东的女朋友吧？是吧？就是赵飞宇。听听声啊，我不行吗？你当然可以。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丁丁，快去。嗨，好巧、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哦，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开的服装工作室啊？啊，对啊。嗨，正好，欢欢姐上了很多新款设计衣服，您喜欢哪一件？我帮你挑一下。那我随便看看。啊，挑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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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便逛。唐鑫。啊？怎么了？不欢迎我？怎么可能？啊，唐鑫，招呼一下霍总，我给你们倒点水啊。啊，行。霍总。这女孩子啊，挑衣服都特别久的，要不你先坐一下。啊，行行行。原来是这儿啊，装修风格还挺特别的哈。嗯。嗯，这件衣服不错啊。啊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可以试试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拆一下。丁丁，我来。你去那边给他介绍一下，快去啊。Hello， 这件衣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高定设计款。前两天刚上架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网红说周末要带走它。我倒是觉得这件衣服更符合你的气质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。那当然了，相信我们工作室的审美。要不我帮您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你要是喜欢这款的话，也可以试一下，这是不同系列的设计。我也试一下。可以啊。之前就听朋友夸过你们这家店，这样出去活动也不用担心撞衫了。当然了，我们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啊。是吗？啊，试衣间在那边啊。好。真的觉得你特别有眼光，你想先试哪一件？我跟你说，丁丁销售能力有我的风范。霍总，愣着干嘛？到你了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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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。你扫我是吧？嗯。这么贵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啊，不会的，我们家衣服一直都是这个价格。哦，好好好好。那要不算了吧？哎，怎么能算了呢？都已经挑完了，那买开心就好。付过去了啊，谢谢老板。来来来，我帮你。我来。走了啊。慢走啊，下次还来啊。哎，好。我怎么觉得那个丁丁和你的关系不一般呢？前女友啊？宝贝，你想什么呢？那个女孩是唐玉的妹妹，从小看着长大的，那也就是我妹妹。她就是唐总的妹妹，不过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肯定不简单。你把她当妹妹，她可不一定把你当哥哥。放心吧，别想了，我心里就你一个啊。走，回家。在鹿岛那边出了点意外情况，你不打算带着项目回来吗？我哥他其实就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，
我跟陆导已经签合同了，是不可能临阵脱逃的。可是你不怕项目再被搁置几年啊？就像在时光一样。这哪能一样？你哥他根本就不喜欢我的小说。哎，我哥他不是。好啦，丁丁，你别听你哥解释了。我相信陆导，而且我已经打算在陆导的工作室附近买房了，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创作当中。你可是答应了我的，等电影上映了要给我包场的。好。嗯，那你那个房子找好了吗？没有呢，那附近的房子都不好找。那你交给我吧，我大伯是做房地产的，正好我可以问我堂哥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好了。好，那就靠你啦。没问题。进。你找我啊？嗯，坐。嗯，谢谢。今天来办离职手续啊？嗯。嗯。对了，我听说万里可能要离开鲁智行的编剧团队啊。唐总的消息还真挺灵通的。风尘和万里是鲁智行的招牌，少一个对他拉投资来说都会有不小的影响，开发的进度也就没办法保证了。嗯，我知道的。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，再做一个梦给你回到时光，至少资金上会有所保障。另外，我也很喜欢这个项目。你确定你真的喜欢吗？其实最近我看了很多爱情电影，也做了一些内容和市场上的分析。虽然这类的故事没有什么强事件和强情节，但是人物感情很细腻，也很真实，可以让观众产生代入感。我很喜欢做一个梦给你，除了从专业的角度上认可它很有市场，能够帮助时光拓展受众领域之外，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故事。这也是第一本我能够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的爱情小说。正好今天你来了，其中几个章节啊。唐总，开局的编剧已经到了。唐总，谢谢你的厚爱跟好意，但我不能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啊。做一个梦给你的事情，陆导已经跟我在想办法。你要是真喜欢，等电影上了我请你看。包场，我请全公司看那种。我先走了。喂，陆导。你现在有空来工作室一趟吗？行啊，可以。我吗？我当主笔编剧。对，万里刚做完手术，还需要休养，肯定没办法继续做项目了。我知道这个决定很突然，但现在你是最好的人选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唐鑫，你是原著作者，对作品更了解，而且更能投入感情去创作。所以，唐鑫，你愿意和老冯一起做一个梦给你的主笔编剧吗？别犹豫了，我们俩对你都很信任。当然了，要不要担起这个责任，决定权在于你。陆导，啊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配合冯老师的剧本创作的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
贼不知道冯程万里是你的左膀右臂啊。目前这个情况会不会影响项目的结果，我们多少有点担心呢。李姐，那投资的事儿我们找个时间再谈谈呗。其实啊，这个事儿啊它不复杂。让我说呀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个流量演员的。这热度有了，这个票房啊它就自然不用愁了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人。朱总您先别说这么多了，我就问一个要求。拍我的电影需要提前3个月进组培训，他能做到吗？演员负责热度啊，其他的配角找几个老戏骨过来配合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朱总演技可以调教，但是我选演员的底线起码要尊重这个职业和这个项目，这些基本都做不到吗？那就免谈吧。朱江，又要塞演员啊？这不趁火打劫呢吗？孙子。哎，不过他倒提醒我了啊，我们选角应该提上日程了。哎，唐鑫，嗯，你对男女主有没有什么想法啊？其实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是以彭州跟陆楚宁为原型的。彭州可以聊一下，但是陆楚宁转型当御姐了吧？她的气质可能不太贴合了。嗯，还有一个人，嗯，周佳璐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我听说她档期不行啊，排到后年去了。那这样，我先去问问周佳璐档期。他如果没有档期的话呢，我们就只能去电影学院招新人了。可以啊，反正我们女主角也是那种单纯不谙世事的女生，也许新人有更合适的呢。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现在演员的事儿倒不着急，你这电话一打吧，大江那边投资就基本黄了。哎，你这下面什么打算？嗯，其实时光那边联系过我，说想投资。时光，是我的前东家时光影业，还是哪个时光啊？影视公司里有几个叫时光的？就一个。那等会儿啊，小唐之前的版权在时光，他们没拍啊。然后现在咱买过来了，他们要来合作，这什么骚操作啊？哎，反正时光那边已经打过两个电话了，我们要约着聊一下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你们定。那我去打电话约时间。唐钰，你个猪头，我都不纠缠了，你还真是没完没了。我呢？唐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什么叫我到底要干嘛？以前我的小说放在时光，求你开发，你都无动于衷。现在我要走，你追着我要续约。我跟你说的明明白白，我不想跟时光再合作了。你到这儿跑来说要投资是几个意思啊？是钱多没地儿花，要拿钱来砸我是吧？你不是喜欢我的钱吗？我拿钱砸你，不高兴吗？别这么生气啊，不希望我插手。唐鑫。陆导，唐总，很准时啊。唐总，我很有诚意的。走吧，先饿了，先吃饭啊。嗯，走，走吧，别站着了。哎，唐鑫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家真的不错。你问老陆是不是老陆？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这还真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嗯，别在海里了啊！几位可以先坐下来看一下菜单。你好，请。谢谢。
你好，请。韩勋，你来点菜。我不会点菜，唐总您点吧。嗯。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，多点点没关系。我来点吧，就不要为难我们唐勋了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你在点餐上这么积极。我这个人啊，很简单的，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，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不像唐总啊，总是让人琢磨不透的。人的口味也是会变的，以前不喜欢，不代表现在不喜欢。唐总，你说的是人还是书啊？我说的是。我的书在时光整整等了四年，你都无动于衷，现在突然之间说喜欢了。唐总，你的喜欢可真是有点随便啊。我饿了，陆导，我们点菜吧，过去坐。好的。我要全额100%的投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变。你的团队，你的班底，你想用什么演员，我都不会干涉。唐总果然是大方啊。不过我们这个剧本啊，刚开始做，还没过多久，你确定不再考虑考虑？你别一时冲动到时候后悔。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没在版权期内开发出来做一个梦给你。不过我会为我犯下的错误来买单。除了投资之外，影片上映之后，时光影城会优先给这个电影来拍片。唐总果然是有钱人，够意思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相信不会有人比我开出的条件更好。如果考虑好了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行，我们一定好好考虑。老吴，这唐宇看条件不错，圈里没几个公司能给出这么好的条件了。确实。那你为什么不答应？那就，我就是觉得唐鑫其实并不想跟唐宇合作，他们俩之间啊，应该有什么别的过节。阿罗，我奉劝你一句啊，别把私人情感带到工作上来。我，你小子是不是对唐鑫有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多了好吧？首先啊，电影不全人投资。其次呢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非得压得一个女孩子特别不痛快去签这个合约，没必要。回头我再问问唐鑫怎么想吧。老陆啊，你这都不能叫文人傲骨了，你这就是老房子着火没法救了。唐鑫，唐总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唐鑫，我们就不能好好的聊几句吗？唐鑫，陆导，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哦，感谢唐总今天这顿饭，特别合口味。客气了，我先走了。陆导注意安全。
我来点吧，就不要为难我们唐心了。是不是吃醋了呀？啊！吃醋？嗯，吃谁醋了？唐天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晚怎么不回家啊？我其实今天……你喝酒了？我是喝了一点酒吧，我怕回家之后。爸爸发现了要训我，我就跟他讲我今天晚上在这儿住一晚。怕爸爸训你，不怕哥哥训你啊？你哥是不是之前就跟你说过，女孩子家家要少喝酒？哎呦，我又不是小孩了，你不要总是一副老顽固的样子嘛。哎哎哎，现在都敢当着我的面喝酒了是吧？韩婷婷，你信不信一会儿我让司机把你送过去？你不也在接受小丑呢吗？唐丁丁。好吧，我错了，下不为例。这可差不多。哥，其实我今天也是因为找到了工作，比较开心，就多喝了几杯。找了个什么工作？平面模特。我想，如果我做得好的话，也许下个月就不用你给我零花钱了。平面模特。嗯。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那好，我来问问你，你知道国内最顶尖的几家职业平面模特公司是哪些吗？另外，他们旗下合作和创办的一线杂志有哪几本？这些杂志的拍摄风格又是什么？我其实也就刚喜欢没多久。那好，既然是喜欢，我就再问你，那你总得知道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吧？包括你之后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哪些人，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，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哪些，这些总得清楚吧？我清楚啊。看来你了解的也不够深刻，也不是真的喜欢。丁丁啊，你想做平面模特，就是因为霍晨东交了一个平面模特的女朋友吗？哎呀，哥，懂什么都知道。放弃你那些幼稚的想法，从明天开始正式来公司上班。啊，哥，我不去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明天开始去公司上班。哥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你别生气了。哥，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。没兴趣了。哦，唐心哦。唐心要买房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就不告诉你。谁要买房？你不是不感兴趣吗？谁说不感兴趣？你懂什么叫近水楼台吗？那我告诉你啊，那我要是告诉你的话，平面模特的事儿你就不许生气了。他想要什么样的？咱们这个小区啊，交通便利，左边就是医院，右边就是商场，而且停车特别的方便。这儿还真挺好的。啊，唐小姐。啊。怎么样？这房子您里里外外看了这么久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说实在的，
这套房子还真是我最近看过最好的了。这不论是从户型、面积还是采光都很好，就是这个价格吧，我怕我不能接受。价格您放心，我刚刚通完电话，完全在您的预算范围内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只要您看着房子满意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办手续，立马就可以拎包入住。行，你看我说吧，交给我肯定没有问题。我那个堂哥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楼盘多的是。哦，你们唐家的男人啊，还真的是一个个都是做生意的料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个人长大了就是不一样。我之前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不爱搭理我，把我当小孩儿。但是这回不一样了，我一说，他转天就把房子给找好了。谢谢你，唐丁丁小姐。客气客气，快上车。你什么时候搬家，记得叫我。那必须的呀。唐鑫，哎，陆导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我写完这一场我就回去了。啊，哎，我听说你要搬家啊，定好时间告诉我，我让大家给你帮忙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东西都打包好了，搬家公司也找好了，人去多了也帮不上忙。行，你继续。好，陆导，有事儿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哎，不，你坐吧，我坐下说。陆导，嗯，跟时光的合作你考虑好了吗？唐鑫，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你和唐玉是男女朋友？就是。前男女朋友那种？啊，不是。哦。不过我之前跟他表白过，他拒绝我了，他觉得我们不合适，所以不算前任。这有点意外啊。这事吧，反正瞒也瞒不住，我估计大家早就看出来我跟他不对劲了。谁知道他突然追着要参与这个项目啊？唐玉这个人啊，不按常理出牌的。也许他想挽回你呢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哪有这么值钱啊？值啊，你和你的小说都值啊。是这样啊，我的电影不缺投资，大疆不投，我们也不是只有时光这一个选项。如果你不舒服，就算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陆导，你不用顾及我，你要是真觉得合适的话，你就签，项目顺利最重要嘛。哦，那再说吧，反正现在也不急。行，那你快点写，别老熬夜。好，那你路上回去慢点。好，拜拜。好。快点写，保证质量啊！挽回我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都不喜欢我，挽回个头啊！喂。尤大设计师，我跟你说啊，唐丁丁这次办事效率奇高，才不到一星期就把我要的房子给我找到了，超大单身公寓。他从哪儿找的房子啊？大伯家的堂哥呀，做房地产的，正好业主急售，所以房价就比较便宜。哎呀，我这东西去哪儿了？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你这加班的呀，猝不及防的。行了，你先放着吧啊，我一会儿忙完过去帮你收拾。
不用，我自己收拾就行了啊，谢谢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快递来了，拜拜。来了来了，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您进来吧，您就随便放那儿吧，谢谢。啊，东西还挺沉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楼下正好看到有你快递，就帮你拿过来了。啊。你该不会是跟踪我到这儿来的吧？丁丁说你今天搬家，我正好在附近，过来看看。房子还不错。嗯，是不错啊。看完了吧？来，请走。来都来了，这么多东西，帮你收拾收拾。嗯。我看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，都还没归位。哎，等等，别乱动我东西，放下。你到底来干嘛？来钱印钱，缓和关系，这个答案还满意吗？嗯？嗯，挺好的。你既然是来献殷勤的话，那这几箱书太重了，我搬不动。可以啊，搬去哪儿？书房。好。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我弄的？嗯，没有了。再确定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。哦，有。你等会儿走的时候呢，顺便帮我把门给关上。谢了。哦，这都忙活半天了，也不是说给倒杯水啊。你自己随便找个水喝吧。那看来就这瓶了。嗯，你喝吧。啊，等等，你请你炸了干什么？那个水我喝过了。所以呢？之前在办公室的时候，你可是对我又啃又咬的讲情，三分钟。现在同喝一瓶水，你走。毛巾在哪儿？在浴室。大家辛苦了，我请大家喝下午茶。哎，想喝什么口味的？我们自己来吧，谢谢啊。来，我能拿两个吗？给同事一个。啊，拿吧，你都拿走。来，辛苦了，你们想喝什么？哎，没事，我们拿来自己分。谢谢，随便，都可以，谢谢。想喝什么口味？谢谢，我不喝饮料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这儿还有西柚的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嗯，要不我帮你倒杯水？啊，倒杯咖啡吧，谢谢啊。哎，再帮我复一份资料吧，四张，两份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嘿，需要帮忙吗？好啊，我这里还有很多没有复印完的，能帮我打印一下吗？啊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谢谢，那边就有一个复印机。这些都要印。嗯，好，谢谢。
见，我马上帮你印。哦，对了，咖啡。这人哪儿来的？干什么什么不行？什么关系塞进来的？我听说啊，他今天早上在办公室门口见到唐总，打招呼可热情了呢。是吗？这是要顶替唐鑫的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咖啡，这个一会儿我帮你印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吧，谢谢啊。好。唐鑫。哦，对对对。今天不能去帮你搬家了，我在上班，我哥不让请假，不过我把他派过去帮你收拾了。明天再找你算账。明天暖房派对见。刚刚是不是扭到了？内侧疼还是外侧疼？啊，内侧。唐鑫，你清醒一点，不就是个男人吗？不就是个长得好看的男人吗？自己按着。没有三分钟。嗯？没有三分钟，最多就两分钟而已。好，那所以呢？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？我现在要怎么办？我去开门。你好，我们对面需要进行简单的装修。打扰到您的话，您跟我们说一声啊。啊，行，谢谢。嗯，来这边。啊，这邻居的品味还挺好的。我先回了，有事的话电话联系我。丁丁，大姐，没想到你是最早来的，进来吧。我哥是不是来过了？你哥？没有啊。不可能啊！我刚刚明明在楼下看到他的车了。啊？哥，
多幸运。